我不敢直视你啊！你会觉得很丢脸吗？我废话，这不丢脸吗？我也觉得很丢脸的。只有你丢脸吗？各位，我跟我妹穿搭 PK 那一部影片，我开了投票，总共有3.3万人去投，可是呢，我只拿了39%。OK 啊，惩罚、啊。我跟你们讲，下趴的拖鞋，好不好？这一次呢，虽然说是我的惩罚，我要穿这身衣服搭公车，但是呢，也绝对不能亏待我妹啊。我们就是要搭公车去我妹学校，她今天有上学，那我们就搭公车去等她放学，好不好？她走出校门那一刻，一坨学生，一坨同学，我跟你讲，绝对嗨爆啊！让她尺度爆表，让她在她同学面前丢脸，好不好？我就穿这套黏着她，跟着她。我觉得你也蛮丢脸的。没关系，他同学知道他是谁，但是他同学不知道我是谁，这才是重点啊！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策略，互相伤害，好不好？互相伤害。感觉他小时候又是哪个 YouTube 不知名的 YouTube 出来丢人现眼，下机下井，他穿这套衣服，我阿公阿妈想说，这个新一代年轻人不知道在讨搞什么爹啥？如果是他孙子，一定拿棍子起来抽啊！搭公车啊，会错过我妹放学的精华时段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现在先下车，然后改搭 Uber 去我妹学校。反正到我妹学校也是要陪她搭公车回来嘛，对不对？让她尺度爆表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尺度爆表哦！我再也不拍什么惩罚的影片了。为什么可以这么丢脸？来了，哎呦，你看，走过去。你有什么感想？走了，快点，我陪你搭公车。我今天特地的，说好的惩罚，我是不是惩罚了？他是不是要陪你回家？对不对？不要，我不是。我那个跟你接那个了。走，我陪你搭公车。今天有一个帅哥陪你搭公车，保护你，对不对？可以借我带一下，我觉得我很丢脸。不会啦，你怎么来的？搭公车来的。搭公车，你真的搭公车？对，我的尺度我已经适应了，好不好？你从家里搭过来啊？对啊。我天哪！好像搭对面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陪你过马路。好了。可是那边比较多人，那你们去那边搭吗？我搭那边搭过去的啦。为什么有点好呢？我不敢直视你啊！你会觉得很丢脸吗？我废话，这不丢脸吗？我也觉得很丢脸的。只有你丢脸吗？不要啊！我天哪！不好意思哈。没事哈。真巧哎！我们班的在那里。算了，我觉得我比他丢脸呢。不会啊，我比较丢脸，怎么会是你？只是说这边大家认识的是你，不是我而已，知道吗？要排队，不可以插队。天哪，我流汗了，我快中暑了，怎么办？我也快中暑了，我看到你，我就觉得我很热。哎，你知道刚刚放学有多少人走出来吗？大概几百个吧。啊，你就穿这个。对啊，我就在那边等你啊。有人看你吗？废话是不是？我有脸红吗？有啊，你兴奋到脸红。不是兴奋，我羞耻到脸红。丢脸不能只有我丢脸，哇，这是这一部片的重点。
是我妹，这个，这个是。你是不是需要治疗？这是我妹。等一下，我以为你没治疗哎，我没有帮你关好。哎、欸，这是我妹阿贝，这是我妹。那我们先去吃顿饭。吃什么饭？哎、欸，不要不要。你可不要看我那么近了。我只看你。我们平安回家了，第一次这样子陪你放学，有没有感到很荣幸？你丢脸到我，也丢脸到我同学，走在我旁边的直接离开我啊！天哪、啊！不行不行，好了，不要在路边逗留了，我们赶快回家换衣服。